两手苦，就能给你幸福，所以义无反顾做飞蛾像火扑，我怎能认输，爱失去温度，我中了你的毒，才能都要看得出，心给了全部，你不满足，视若无睹，我中了你的毒，再痛都要忍得住，心断了去醒来，天祥，你醒了。雪儿，雪儿，你别离开我。你怎么会被绑在这儿？是我哥干的吗？雪儿，我好想你啊。天祥，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不管在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会再离开你了，雪儿。天祥，天祥，雪儿。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。天祥，天祥，你怎么了？天祥，天祥，你没事吧？天祥，你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！天祥，天祥，你快点醒来呀！天祥。天祥，你一定要快点醒过来。容吗？雪儿小姐，我们老爷想让你过去一趟。叫我过去。局长。好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耀阳啊，我真没想到有一天咱们俩会这种方式见面。我知道你心地不坏，可为什么会干这些违法的事情呢？沙亮害死我爹，我作为他儿子替我爹报仇，天经地义。报仇？报仇可以利用法律手段。你死去的爹娘希望你用这种方式为他们报仇吗？是，我知道是我做的不对，我全都是被逼的。我永远都忘不了沙亮提着血淋淋的刀出现在我家的情景。20年来，每当午夜梦回，我都会想起当年我家变成屠宰场的情景。这就像一个魔咒和梦魇，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我。行了，
不管什么原因，你对吴老爷的行为都能够判你死罪。还好吴老爷对你所做的事既往不咎，还派人给我捎来口信让我放了你。要不然的话，局长，你什么都不要说了，耀阳只有说一声谢谢了。以后我不再是您的手下了，您多保重。哥，我接你回家。你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好好的想一想关于兰莎两家的恩怨。那好，那我先回家，在家等哥。飞鸿、袁甲，啊，我有事想请你们帮忙，是关于天翔的。天翔，天翔，先上车吧。我先回去了，哥。天翔，停住！飞鸿，天翔晕倒，应该是伤口复发。你们送他去医院之后，一定要好好照顾他。怎么，你不跟我们一块儿去吗？我以后应该不会再见他了。你怎么能？雪儿，我先去医院了。天翔。你在我们武家有多少年了？都快二十年了，少爷和小姐都是我看着长大的。现在我们武家是多事之秋，我离不开，你帮我去办件事。老爷，我的性命都是您的，有什么事情老爷尽管吩咐。这里面装的是我们吴家90%的财产，你必须把它交到雪儿手上。
老爷放心，我用性命担保，一定送到雪儿小姐手上。我知道我这样做有些卑鄙，但是我都是为了天祥。这些钱和铺子的地契你先拿着，至少可以保证你过得好一点。雪儿，如果你恨我，我这条命都可以给你。箱子里的钱、存单、地契是我们武家90%的财产，密码是你爹的生日。这些钱我不能收，如果我收了，就等于是出卖了我跟天祥的感情，也出卖了我死去的爹。雪儿小姐，老爷是真心想补偿你的。你要是不收，我就长跪不起。容妈，如果你再不走，我就大喊你有满满一箱子钱。容妈，你请回吧。终于搞定了上官雪儿和上官耀阳，接下来吴天祥算是彻底的废了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我亲耳听到，老爷把武家90%的家产送给了上官雪儿。你说什么？90%？老爷子只留了10%的财产给我们？老爷那么偏心，恐怕10%。也是留给二少爷的。老头子竟然把财产送给了外人，而且一送就是90%，他凭什么这么做？凭什么？这些钱可都是我这些年辛辛苦苦挣来的，
大少爷，大少爷，大少爷！在家吗？雪儿，雪儿不在家，又不在医院，我去哪儿了呢？不会是去我家了吧？怎么了？去一边去！你从小吃我的，穿我的。现在你娘上官雪儿那个臭女人还来跟我争家产，我欠你什么呀？啊！来来来，天章，你干什么？不哭啊，子玲！现在连你都敢跟我这么说话，你过来！天章，天章，放开我！干什么你？子玲，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爷爷，我爹打我娘！来。你那么关心子良做什么呀？她是你亲生的吗？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笨呢？啊，竟做为他人做嫁衣的事情！天章，你不要杀害子良，我求求你！子良是你一手养大的儿子，是我儿子又怎么样？不哭了，不哭了！我连红衣都敢杀，更何况……看什么看？你最好给我乖乖听话，否则连你也活不了。爹，畜生！是误会，爹。原来是你杀了红英，你这个畜生！爹，我不是你。来人，把他抓起来！是。爹，不是这样的，爹，来，爹。这都是误会。走，走，出去！爹，放开我！走，出去！爹，这是报应啊！这样子，爹，爹，爹，你不能这样子啊！爹，我是你儿子呀！啊，爹，我刚才是喝醉酒，我胡说八道的。爹，你不能这样子呀！爹，现在才知道，什么叫挨打莫过于心死。天章，放开我！天章，我跟你说，天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是我的儿子，我跟你恩断义绝。
爹，你一定要让你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天成，你不能这样子呀！爹，我是你的孩子呀！爹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爹，你放过我吧，你饶了我吧！天成，你杀了红英，是不是？吴天成，你干嘛？天成，别过来，让开！ 我做掐死他，你让开！天成，快放下子良，那是你收养他的孩子。你为了自己，连孩子也要害。老子害儿子，你做得出，我就做得出。把子良放下，都让开，我动手了。把子良放下，可是你收养他的孩子。啊！ 警局会给你争取宽大处理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我问你，红衣是不是你杀的？是又怎么样？他这么多年再无家，连名分都不要，待你像亲生儿子一样，你怎么忍心对他动手？你还是不是人？ 少爷送回房间。是老爷。小少爷，哭哭哭哭有什么用？武天章这个孽障，就算他死了，我武家也没有他的牌位。我跟你说，你要还是武家媳妇的话，不许为这个孽障哭。爹。 天章他就算再不好，但他毕竟是我丈夫，是子良的爹，您的儿子。我没有这个杀人害命、不择手段的儿子。哭哭哭哭哭，哭得我心都烦了。大少奶奶。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大少爷现在这样，老爷心里肯定也不好受。
只是没有表现出来。这样吧，我先送您回房休息。等咱们啊找到了大少爷，好再从长计议。逆子，畜生！哼！气死我了！老头子和武天祥巴不得我死。阿峰，去召集所有兄弟，我马上杀回去，我让他们全部去死！大少爷稍安勿躁，如果这个时候回去，可以解一时之恨，只怕到时候贩毒的事牵扯出来，大少爷就更没有容身之地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看。先从闪国雪儿下手，让闪国雪儿牵扯住武天祥。至于武家其他人，哼，自然由武天祥替大少爷解决了。对呀，还有一个上官雪儿。阿峰，你真不愧是我的左膀右臂啊！来，咱们兄弟吃好，吃饱喝足，这就去找上官雪儿。哎，是。谢谢大少爷。是，好，来，大少爷。红影啊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真没有想到武天章这个逆子竟然。是我错了，我本以为吴天章是老大，我让他担负责任，所以对他这么严苛，但没想到他会做出这种事。红英啊，我不是一个好父亲。爹，您找我有事啊？啊，怎么样？找到天长那个逆子没有？没有。爹，我想跟您商量个事。我想送子良去北平的寄宿学校读书，我担心哥他不会善罢甘休，我还担心他对子良不利。也好，你是他父亲，你安排吧。殿下，爹求你件事。爹知道你一直秉公执法，天章犯了罪，你应受到惩罚。但是我想，你可不可以把他的命保住啊？爹，这件事情不是我能做主的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大哥他杀了红衣。法力无情，我知道你有难处，但他是你哥哥，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呀？能不能从轻处理，这得看哥配不配合警方。爹，我想问您一件事。我今天去了趟警局，有人跟我说上官耀阳被放出来了，您如果想通了，我可不可以把雪儿接回来？你们俩不能在一起。为什么呀？上官雪儿和上官耀阳居心叵测。殿下，我以前是对不起蓝泰安，他可以拿我的生命财产，但他绝不能伤害我的后代。我告诉你，上官耀阳能放出来，
是上官雪儿答应了我，她会离开你。爹，你怎么能这么逼雪儿呢？我也是没办法。爹，她雪儿根本就不可能害我，更不可能害我的家人呢。上官耀阳的事我会处理好。爹，我求您以后不要再插手我跟雪儿的事了，好吗？不管怎么样，上官雪儿都不能进吴家的门。现在天章有事，你是他弟弟，你现在还想着儿女私情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爹，大哥的事我会想办法，但我再跟您重申一次，我今生只有雪儿一个妻子，我一定要把她接回来，我明天就把雪儿找回来。好了，爹，我要去忙子良上学的事，我先走了。天意，天意，这真的是天意吗？二少爷，二叔，子良，以后到了北平，要好好读书，不许哭啊！男子汉要坚强，以后自己要照顾好自己，知道吗？嗯，知道了。二叔，再见。坐好。家里的事情处理好，爸爸妈妈一定接你回家。雪儿，雪儿，雪儿出来，我找你有事。天祥，你找到我哥了吗？他失踪了，我已经好几天都找不到他了。你哥失踪了？我刚刚去过警局，他们说你哥出来了。他说他知道自己错了，想去冷静一下。雪儿，你别担心，有我在呢。你哥可能是想找个地方冷静一下。雪儿，跟我回吴府吧，让我照顾你。不，我不能跟你在一起。雪儿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我爹他利用你哥的安危来威胁你离开我。你放心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开两家的恩怨。天祥，你回去吧，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了。我先冷静一下。雪儿，你放开，你放开我，放手，放开。这个颜色更适合你，比较大气。徐来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乖儿没跟你出来吗？乖儿，乖儿正跟我怄气呢。乖儿说他想自己的亲爸妈了，让我带他去看。我最近在忙案子，没时间陪他去。这不还生气？那你就哄哄他呗。这不是出来给他买糖葫芦吗？这丫头有吃的就万事好商量。
这样啊，哎，我知道一家糖葫芦特别好吃，走，我带你去。记得给我留着。好嘞，快走啊，雪儿。你放开我。雪儿，我不放，我死也不放。你早就是我老婆了，你还是我两个孩子的娘。不告诉你，只要我在，你即使逃到天涯海角，你也逃避不了这个事实。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你什么都不要说了，就算你说破天来，我也不会跟你回武家的。雪儿，你到底还在纠结什么？我都说了，有我在，一切都不是问题啊。我没办法再面对你，面对整个武家。你眼睛不由自主地往右上方斜视，面部肌肉轻微抽动，你在说谎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雪儿，你为什么所有的苦、所有的委屈都要一个人来承受？你到底要承受到什么时候？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现在只求你放开我，放手让我走。我不放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是你的男人，我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我还算什么男人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再跟来了，如果你再跟来，我保证你再也见不到我。你一定要对我们的未来有信心，我一定可以平衡好所有事情，光明正大、堂堂正正的爱你，保护你。上官雪儿，你出来！上官雪儿，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？范教授，是。上官雪儿去哪儿了呢？按理说他哥哥的事情他还不知道，他不可能去找上官耀阳啊。嗯，他又和武天祥闹成那样，他不可能在吴府，那他应该去哪儿了呢？大少爷，我们还是出去等吧，万一回来的不只是上官雪儿，就麻烦了。对，我们把车藏好，埋伏在周围。哼，走。雪儿，其实我想对你说的话太多了，所以三个字呢，怎么够啊？你，你就会说好听的话哄我，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？原来你这么喜欢我啊？
切，臭美。雪儿，虽说咱们已经拜过堂了，但是婚礼我还是要补给你。你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主动来我房间的。放开！你是问我？放开！你干什么？你还问我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别动，我只想抱抱你。现在桌子上有份协议书。证明你主动放弃子良跟天香，签字吧。天香，我不能，我不能跟你回去。就算吴老爷接纳我，那我哥呢？我不能扔下我哥一个人，我做不到，真的做不到。天香，对不起，我必须要离开上海。上官小姐，上官雪儿，你还走得了吗？你要干什么？听说武天祥今天过来找你了，他人呢？我没看到他。哎，想走？武天章，你多行不义，做了那么多坏事，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天祥一定会来抓你的。抓我？只要有你上官雪儿在我手上，他武天祥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只能乖乖就范。带走你！走！放开我！你走你！放开我！你找我，全虎，你跟在我身边有多长时间了？打跟陈哥起，算起来有8年了。要是从大帅那儿算起的话，少说也有20年了。大帅跟陈哥一直以来都对我那么照顾，这份恩情我莫齿难忘。既然你都说这份恩情莫齿难忘，想必我有事情找你帮忙，你也不会推辞了。陈哥。你说这话让我惶恐，我的一切，我的命都是您的。只要你一句话，刀山油锅我在所不辞。好，我要你去，把我爹的旧部全部召集起来。这两天，跟我赶到西北赵大帅那儿，把我舅舅给救出来。陈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为什么这么冲动要干这事啊？都20年了，我已经等不了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花重金买到舅舅的消息，居然是他老人家病重。他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，顶多就是2-3个月而已。我舅舅在赵大帅的监狱里过了20年暗无天日的日子，我一定要在他离开人世之前把他救出来，让他看看外面的世界。陈哥，我知道你难受，不过这不是出去散步那么容易，咱们要从长计议啊。还有什么可议的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告诉自己，一定要用最简单、最直接、最公正的方法把我舅舅救出来，那就是找到藏宝图。20年过去了，我依然没有把藏宝图找出来，我真的恨我自己太没用了。除了劫人，我已经想不到更好的方法了。陈哥，你冷静一下。这样吧，这几天我弄些重金厚礼去拜访赵大帅，探探他的口风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或许他的心态会有所改变。在这之前，咱们先不要轻举妄动。好吧，你告诉他，只要能让我见上舅舅一面，不管多少钱，任何代价我都愿意。好。
亲自来端饭啊？自从那次大少爷劫持子良少爷之后，这府上人心惶惶，这不子良小少爷也送去北平了，官儿小姐也不让回来，老爷身体本就不好，再加上天天生闷气，这饭都没人敢送啊。哎，不说了，我该走了。哎，龙妈，二少爷，这饭是给我爹的吗？老爷这几天没什么胃口，我就怕呀，送了他也不吃啊。如妈，给我吧，我给他送去，我会好好劝劝他的。老爷也够难的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也要保重身体，事情总会有解决的一天。您这不吃不喝的，那怎么行啊？二少爷，刚才有人送来一封信，我听容妈说你在老爷这里，我就给您送过来了。好，你下去吧。是。雪儿性命，请拿藏宝图来换。明日午时进行交易，具体交易时间等通知。还有，千万别想着报警，否则你收到的将是上官雪儿的尸体。混蛋！就连分手也那么用心。